请问是许半夏吗？那 Mr. 赵，就那假洋鬼子。 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，我干了。您哪位啊？我姓许，我叫许半夏。既然你没这个实力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？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，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。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？有任何问题，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。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，合同是我订的，字儿是我签的，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。我担保。 赵总，我撑不住了。迟半夏，我被发现了。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，他就会死？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。你信任我，你帮我。 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，我当然希望如果能同时与旧人，我旧的那个人是你。合作愉快。再过几天，你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脸，咱们赵总可就没了。 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，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，你图什么呀？我图什么不用你解释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那我就坐这儿。赵磊他有能力，谁知道哪天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转身又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总。你是有病吗？我相信你不会害我。我送你啊，我非常乐意成为你的跳板。你请我吃饭吧。赵磊，赵磊，赵磊，我真的很感激。 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，我爱你。